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频道。今天要教的折纸呢是莲花，用一张纸折成一朵小莲花。那在上一集的折纸，我是教第一种款式的。那今天要教第二种款式的，会有点点小小的变化不同，像。上一集是这个的，就是它里面是往内折，那另外这朵呢是这种形式的。那这个是我用比较小的薄纸去折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动手做吧。那这次呢，我们用比较薄的纸来做示范，那一样也是正方形的纸。一开始，我们先对往上折。好，翻开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往上折。翻开来，四边的对角往中心点去折。这边留点空隙，不要折得太密。这边留点空隙。那这样都完成了第一个里面往内折的，然后边再往上折。好，这边再折一下。翻开来，那刚才我们往这边折之后，还有往这边折啊，就会有两条折痕，两条折痕嘛，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有，那一样的，我们四个角呢，往中心点再折进去。那一样哦，这边就不要折得太密哦，有点空隙。有点空隙的话，这样对折才不会凹到。好，一样的，那这样子再给它整一下，翻开来，然后这边再对折一下。那同样刚才的步骤，再往内
四个角呢，再往中心点去折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我说明一下哦，等于说往里面折会折三次，这是第一次，再往里面折一次，然后再一次，等于说会有三次。好，那三次之后再翻面。然后往里面，一样四个角往你中心点去折。那我现在放的背景音乐呢，比较像是原住民，少数民族的音乐，还蛮轻快的。所以折纸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放一些比较轻快的乐曲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把它翻过来，打开来。那我们这边有个步骤呢，这边的步骤跟上一集就不一样哦。上一集的话是这样折好之后呢，然后这边往里面去折。可是这一次我们是另外一种折法，打开来。好，这边要注意看哦。这边，这里要对齐这里。好，折给大家看，这样子，这是另外一种折法。好，然后这样，那这边这一个对齐这条线。然后这样子，刚才我们不是有折好了吗？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先暂时这样。那这三边也都是一样的做法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没有，这样折，然后这边再给它折。对齐，这边要对齐哦，这边对齐。你这边对齐，这边对齐就会有一个交叉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好，完成了，再下一个。好，折。好，这边好了，然后往这边再折。这样子会比较顺。好，一样的，你把它这样子折一个。好，好，四个完成了，然后重头戏来了，这样子把它折好，往里面折，翻面，四个角都往里面折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翻过来，好，这边就开始把它撑开来，有没有？撑开来，一个花瓣。好，里面这边，好，这样子，
我稍微做一下调整。好，那这边呢？就把它张开来，然后往内压，那这边也是，等于说这四个边我们都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然后把它张开，往里面压，好，让它有点。让它那个花瓣的形状给做出来，好，好，先这样子，目前就是这样子，好，等于说我们第一个花瓣弄好了，那现在呢翻过来这边，再把它剥，这边要慢慢的剥，慢慢的用，这边要小心，不然很容易破掉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半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一层的话就这样子用就好了，因为硬剥的话这边很容易破掉，这样子。对了，这个手呢，我是用到奇异笔，所以这边黑黑的，不是有动脏东西在里面，真的要解释一下，不然人家以为我这样手指黑黑的，就是用到奇异笔。然后好，那这样子大致是完成了，可是有点点太死板了，所以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调整一下，然后这边我们这个啊，可以把它花瓣稍微卷一下，比较有一种生动一点。卷一下，稍微卷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往里面凹，然后这边稍微用翘一下。然后往里面压，有点让它含苞，含苞。好，那感觉比较活泼一点。好，稍微压一下，然后再做一下微调。那大致上就完成了，大致上就完成，就是一朵另外一种折法的小莲花。好，那这个是我用比较厚的纸折出来的莲花，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厚的纸折起来比较立体，那薄的话是比较好折啦，也是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。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，那大家可以动手做看看呢。好，这是晨晨的分享天地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请帮我按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哦，感谢你的支持。
嗯